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汤哥，汤中伟老师。哇，2020年的庚子鼠年呢，已经要到来了哦。那每一年呢，我都会出版呢我的开运农民历。那今年呢，农民历呢有特别改版哦。除了呢，就会有很多的生肖运势之外呢，帮你呢做一个排行榜，例如说你的健康、爱情、财富，甚至事业运呢，都有很完整的分析哦。希望大家呢要多多的支持哦。那农民历呢，是你一年当中呢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开运圣品。怎么说呢？有关于可能开市啊、祈福啊、安床啊，甚至搬家呢，你都可以选一个好日子哦。尤其呢，我们常讲天时、地利跟人和哦，所以呢，你把握这三个好的时机呢，我相信你这一年一定会好运旺旺来哦。那我们今年呢，还有随书呢来附赠呢，我从圣地带回来的富贵招财金刚结哦，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赶快去结缘，让你呢新的一年强强棍哦。这本农民历呢，除了帮你详细记载呢2020年12生肖的运程分析之外呢，最重要的是呢2020年的风水布局开运呢，也都详细的帮你记载喽。那如果呢你有购买这本书的朋友，还可以呢有机会抽中8吉祥水晶风水盘，以及呢5行招财的水晶灯哦。